我是生日快乐，三娃，你祝爸爸生日快乐，三娃来，你抱我爸爸，来你抱抱抱我，哎呀，好好好，哎呀，好好好，啊，好好好好好，孩子们，好孩子们啊，这家给我挠的，这家给我挠的，三娃来，你抱我爸爸来，三娃，你过来跟爸照张影，照张相，三娃来，三娃，你过来跟爸照张相，三娃啥都懂，三娃，你过来跟爸照张相，三娃来。感谢最爱吃迷糊，谢谢最爱吃迷糊兄弟们啊！大家给送礼物点点关注。破案了吗？怀孕的狗狗是谁的干的？破不了了，破不了了，兄弟们啊！真破不了案了。这个虽然是老四干的，但咱破不了这个案子了，兄弟们啊！不是，我不知道是谁干的啊。虽然大家以为是老四干的，但是呢，这个案子我破不了。啊、哦，泰迪生了不吃东西怎么办？泰迪生了不吃东西，你给他整点那个有营养的东西吃啊！你给他整点有营养的东西吃啊！啊，老爷也好忙活呀，不是老四干的啊！感谢雨桑，谢谢啊，谢谢送来的金莲。拉布拉多多少钱？咱家没有拉布拉多，兄弟，基本上就生了，兄弟们，啊，基本上还有二十来天就生了啊。嗯，肚子不是很大，兄弟们，里边也就三四只，里边也就三四只啊。有金毛吗？铁子，你等吧。啊，咱只能等了，兄弟们啊，只能等小石头生，看小石头生的到底是啥。啊，咱们看小石头生的到底是啥，又要生了。兄弟们，意外怀孕了，意外有了。行了，你们俩行，能不能？大姐，你是我的克星啊，老四啊，啊！我怎么随口就说出来了呢，老四啊，啊！叫的太顺嘴了，录屏吧，承认了，这你说的就是真话。不是老四的，兄弟们，真不是老四，跟老四一点关系没有，巧合啊，我只能说是巧合，兄弟们啊，今天是大揭秘，只能说是巧合啊。好了好了啊，好了好了，嗯，感谢大家啊，老爷的嘴瓢了，我真是巧合，兄弟们啊，感谢才发现，兄弟们，哎呦我的妈，感谢才发现大哥啊，兄弟们，咱给才发现大哥点点关注。这不是我才发现大哥儿子，老四也没儿子。老四说：“老爷呀，我这也没儿子呀，我哪来的儿子呀？啊，我哪来的儿子呀？”老四啊，老四都不愿意搭理我。你看到我跟老四一块互动，老四你过来，来老四来，老四不愿意搭理我。哎呀 ，seven 的你们几个别闹了，行不行？啊，别闹了，行吗？兄弟们，咱给才发现大哥点点关注，兄弟们来。才发现大哥啊，兄弟们，一号麦正在直播，咱就捧捧场去啊！火龙果的颜色在鼻子上，来，石亮，你先歇会儿行吗？石亮，你现在挺着大肚子，你不适合跟我们一起玩啊！石亮啊，过来，来，老四，小石头挺着大肚子，不适合跟咱们一起玩啊！感谢大家啊，老四你坐着，老四来，啊，才发现宠物王国啊，老四啊。你怎么最近没精神呢？你是不是听说小迷糊小石榴怀孕了？你没精神呢，老四啊？啊？你咋的了，老四啊？你是不是做贼心虚啊，老四啊？老四是不是做贼心虚呀？啊？老大，我他妈给老大关起来，我想给老大关起来。别闹了！哦，你这一天跟小迷糊真他妈能闹。走！哎，为什么老大不怀孕？不知道啊，兄弟们，你说巧合？你，哎，兄弟们，你说你们说吧，奇怪不奇怪？老大和 Seven 每次都发情啊。你就说老四真要是那种坏蛋的话，老大为啥不怀孕？兄弟们，老大为啥没有？对不对？还是我们家老大根本就没有这个功能？老大绝对是有这个功能，但是老大就是没有。
老四在老大背后也是比比划划的，也给老大洗澡，但咱老大一点动静没有。老四就喜欢石榴，跟那一毛钱关系没有，老铁们，跟那一毛钱关系没有，没相中石榴，没相中老大。那老四见老大都淌哈喇子，还没相中老大呢啊！那小迷糊靠近老大，老四把小迷糊牙都给咬穿了，那还不相中老大呢？兄弟们，你们记不记得小石榴、小迷糊被老四，小迷糊被老四把鼻子都咬穿了，你们不知道吗？啊？你这样弄，你试试。我发现你了，管不了你们了，是不是？啊？管不了了，是不是？老四别跑，老四，老四别跑，给老四吓坏了。老四别跑，老四来，老四别，老四，老四来，老四来，老四别跑，老四。给老四吓坏了，欢迎妥哥啊，欢迎妥妥先生啊，兄弟们啊。大家给妥妥先生点点关注啊！妥妥先生是老四的爸爸啊，给老四的爸爸点点关注啊！感谢才发现大哥兄弟们啊，咱三元家人上一号麦直播间，咱去打波三元军团道，行不行，兄弟们？上一号麦直播间，咱去打波三元军团道啊！一号麦直播间多些人，兄弟们来，咱一好不好？啊，谢谢大家啊！一号麦直播间没有多少人啊，来咱直播间刷礼物，咱不能说让人那个白刷呀！三万坐下，三万，你找这个零食啊，你找零食，三万你进去来，进去来。三，你进去来，我给爸给你藏起来，啊，爸给你藏起来啊，进来吧，三，进去吧，过来，好，好，三啊，爸给你藏起来啊，藏起来，藏哪儿呢？藏哪儿呢？藏哪儿呢？给他藏，这回啊，这零食藏沙发底下太简单了，知道吗？我给藏这个盒里的，兄弟们啊，藏这个盒里头啊，好不好？藏这里，你看三元能不能找着啊？好吧，我给它盖上盖，放这儿，你看三元能不能找着，兄弟们啊？就这会儿啊，你们几个瞅啥呢？不许吱声，不许说话，不许瞅。那几个狗虎视眈眈的瞅着，小玩意儿，搜吧，他们搜吧。搜啊，看三文能找着啊，我感觉三文很快就找着了啊。俺家三文最近掉毛严重啊，兄弟们，三文身上掉毛严重。和我们小时候藏猫猫一样，搜三万啊，搜啊，三万最棒了啊，三万自己找，让三万自己找。为啥掉毛？因为三万有皮肤病，之前得了皮肤病，到夏天的这个时候，这掉毛可严重了啊。他身上啥也不起，兄弟们，就是掉毛啊。我一会儿给你们仔细看一看，三万身上啥也没起，光溜溜的，我给你们推了都行，兄弟们，啥也没起啊。我仔细扒开里头看里头啥也没有，就是愿意掉毛。你们说是因为啥？没有疙瘩，没有红点儿，啊！我前两天还给他做的体外驱虫，就是掉毛，泡药浴吧。我感觉应该是血液问题，兄弟们，你们说是不是？找着了，找着了，没找着，没找着，差一点儿。找着吗？三万搜，搜啊！三万多重啊，亲们，俺家三万七十斤多一点啊！搜三万搜，三万七十斤多一点，不养就好，没起没毛了，还不是去看看？又不是你又不是大夫，我跟你们说，兄弟们吧，我跟你说，我想让带俺家三万吧去复查一下子，知道吧？我想带俺家三万上沈阳复查一下子。之前吧，你说得那个，之前是因为疫情，牡丹江也出不去，哪也去不了
啊、哦，我想带俺家 Seven 上沈阳复查一下子，毕竟俺家 Seven 之前那个病啊是在沈阳给看好的。啊、哦，带他去查一查去。嗯，这不疫情马上过去了吗？对不对？三店里没有，那里没有 Seven 啊。感谢搞怪的小木木，感谢搞怪 Seven 在那儿呢 ，Seven。对，上 Seven 上。这里也没有三万，那里头这是火腿肠，啊，那也是火腿肠。三万，你上来了，三万，你上来，上来来，三万，三万，你再往这儿搜，往这儿搜，这个里头，啊，这里头没有。啊，这好像离有点太远，他闻不着。这闻没有，三万，你下来，没有。啊，我再往这边点。那三小腿急的，你看。你看，知道找着了，看着了，三万找着了。哎，我操，三万你自己拿出来了，你竟然！放、哦、太远了，你藏的太严了。三万竟然自己拿出来了，你瞅不着？你怎么自己拿出来呢，三万？啊？这孩子，啊，没开盖子，找不着。啊，他就是闻味儿，兄弟们啊，三文就是闻味儿啊。你们几个是不是告诉他？哎，兄弟，我这回我往边上放一放，好不好？我往边上放一放，再让三文找找啊。感谢大家啊，感谢大家。然后我再重新藏一遍，兄弟们啊，嗯。然后大家给咱的二号麦点点关注，海蒂。三文坐下，你不能不老是藏一个地方，我下回藏别的地方。三文坐下，三文坐好了，三文坐下，坐好了，三文坐好啊。三文给养养肝吃啊。好宝贝儿，你看三文鼻子多黑，兄弟们，看见三文鼻子多黑。三文坐，三文鼻子多黑呀！哎呀，真棒啊！你们几个在这瞅着吧，啊，一个比一个能吃，啊，还在笑。你说你们仨，哎，你说他们几个是不是挺好看，兄弟们？还在这笑，啊。让老四找，让老四找，老四不带找的，兄弟们，你让老四找，老四啊，就往那一坐不动他了。啊，让老四找，再给三万再找一次啊，再藏一次，三万走，再藏一次，走，咱们再藏一次，来，过来，再过来，来，咱家木耳是咱们这是第二茬木耳，兄弟们啊，这是新摘的，不是陈的啊，新摘的木耳，新鲜的，兄弟们。刚晒过之后不到五天，一个星期，不到一个星期啊，兄弟们，我不藏这了，这回不藏这了，藏哪儿？我藏这底下啊，让三文在这找啊，看不着，藏这底下让三文找啊，这不藏这了啊。你裤子里头，三文搜吧，我这回我不过去了，我就在这瞅他，我看三文能不能找着，啊。150只，对，营养膏150只。三文已经找对方向了啊，100%找不着，你看看吧，三文是不是找着了？啊？大概位置知道了，嗯，三文大概位置知道了，嗯，等三文找啊，那三文能不能找就完了。三文，这没有啊，看看，拿吧，这哪有啊？没有，啊，三文你上那边找，没有，三文，你看看你。我都说没有了，你说你还不相信？没有，你看在这找，搜三万，搜你在这边搜三万，啊，嘘，你们几个不能说话啊！你们几个不能说话啊！买完了，谢谢大家支持啊！谢谢大家支持啊！三万爸爸就想把那个东北的好木耳给卖给你们兄弟们，就想把东北的好木耳拿给大家尝。啊，19.9，200克不多，兄弟们，200克啊，你足够你们家炒菜能炒个4-5-6回，知道吗？
足够炒菜炒个五六回啊，19块9200克啊。嗯，三文真可爱，谢谢大家啊，谢谢大家支持俺家三文。三文总上这儿来找啥？刚才你都找对了，三文，你的方向都对了。三文呐，你不你刚才那方向都找对了，你又往哪儿找呢？三文呐，啊？为什么掉毛？方向对了没闻着。三文现在有点老了，兄弟们啊，找东西啊不是那么特别仔细的。三文小时候找东西多仔细，俺家三文小时候找东西多仔细。嗯，哎呀，我这小 seven 呢？你瞅我这小 seven 呢？找着了，找着了。好好好，在哪儿呢？在哪儿呢？在哪儿呢？在噔噔噔噔。啊、哦、，seven 呢 ？seven， 你上爸这儿来 ，seven 来，单独跟 seven 唠嗑，兄弟们，好长时间不跟单独跟 seven 唠嗑了啊。seven 过来，来 seven 来。三，你坐这儿来，啊！三，你坐下，三来，三来，三，你坐下，三来，三，你过来，来，你坐这儿，三来，你坐这儿，啊，坐这儿，三王啊！哎呀，好宝贝儿，三王啊！你说你，三王呢？你说现在找东西咋这么慢呢？你呀，三王，你就不高兴啊？三，你就不高兴啊？你，哎呦呦，好，就会欺负我，三，你就会欺负我，三，你过来，来，三，你来，三来，三，你过来，来。加三文就会欺负我，感谢天天快乐啊，谢谢天天快乐啊，我把这个木耳啊我给上成那个啥啊，感谢大家天天快乐啊，限时秒杀兄弟们啊，来个限时秒杀。嗯，三文啊，你亲三，你过来跟爸照个相，三文来，三，你跟爸照个相，三文照个相来，三文你表演个才艺，三文来，上来，来三文上来，哎，往前瞅，往前瞅，三文，三文往前瞅，三文你往前瞅啊，你看我跟我家三文照个相啊，三文，三文来，三你上来，来上肩膀，三上来，三上来，来上，三你上，三你上来，来三上来，来上上上，三，三文你来呀，三你上来，三文，三文你上来，来三文，你看三文眼睛贼溜，贼溜溜的小眼睛，三文你上来，三文来上来，来seven 呢？你干啥呢 ？seven 呢？你上来，来，快点 ，seven 来，上，你上来，来 ，seven， 这孩子，这孩子 ，seven 你听话，来 ，seven 来，你咱俩合作一把 ，seven 来，行不行 ？seven， 他累了 ，seven 可能累了 ，seven 累了，找东西找累了 ，seven 呢？你说你找点东西就累了啊 ？seven 你过来 ，seven 坐下，过来 ，seven 匍匐前进，前进，前进。这家伙一点都不愿动的，三文一点都不愿动的，三文你匍匐前进，前进，三文你匍匐前进，三文，你看兄弟们，你看这三文是不是没有以前，没有以前那个活跃了，是不是？三文没有以前活跃了，三文前进，三文前进，往前走，累了，看全吃的。骗不了他，三文你看全吃的，是不是？哎呀，骗不了他，拿个啥东西能骗他啊？我拿吃的就好了，拿吃的100%好使啊，整个肠吧。三爸，我给你一根肠，你看看吃的好使吧？吃的好使吧？三，你坐下，三爸，坐下啊！你看一说吃的就好使，看着，拿真的啊，看不着。是不是三万？一加一等于几？三万，三万。爸，我问你啊，嗯，想不想吃三万？三万，想不想吃？行，
大家小点声，你叫唤一声啊，才问呢啊，想不想吃？贼尖，三文贼尖。他知道我在逗他，知道吗？但是这样式的，所以不用这不认为我在逗他。三文叫，三一加一等于几？好，三坐好了，三坐好了啊，三，好好好，三握手，好，三叫灯闭上，闭灯，去闭灯，三闭灯，闭灯去，闭灯，闭灯给你吃，闭灯他，闭灯。闭灯的，闭灯。他不敢上那垫子，那垫子要掉，他不敢上。来，过来，三来。三不敢上那垫子，三你过来来。啊，三你坐下。啊，这就可以了啊。三你去把灯闭上去，去闭灯去吧，去吧。这个他敢上了，真棒。哎，我说真棒的时候，你不要再开开了，三文。我说你闭上就别开开了，好不好，三文？好不好？去吧，那你去吧，把灯闭上，闭上就别开开了啊。好，哎呀，你看，听懂了，这家伙听懂了，贼尖啊，三文真尖啊，真尖啊！你不弄啊？咋没有零食呢？三文，把开灯，开灯，三文，开灯去。三点蚊子，零食呢？没有零食我能去吗？你看三文贼尖啊！三文，你把灯开下去。三文，不去吧？就得拿零食好使啊！啊，三文去啊！三握手。三文就是不去，是不是？啊，哎呀，好好，啊好，三文啊，好好，三文就是不去，是不是？三文就是不想去，是不是？啊，你就不想去，是不是？我给你个零食吃，爸我给你整个肠啊，三爸我再给你整个肠啊，好，给你拿一根啊，大家想买这个肠的，三你过来来，我给大家记住这肠好不好吃，三爸好不好吃，好不好吃吧，好吃啊，你看人家三文都说好吃，兄弟们，咱家这个火腿肠啊，兄弟们，在咱家小下方小购物车第九个链接，8.8一包就包邮啊，然后呢你买六包我送你四包啊，买六包送四包啊，好不好吃，再来好不好吃，再给你闻闻，好不好吃啊，好吃好吃，再好好吃，你把灯关上去，把灯关上，把灯开开，开开啊，开开，哎，三万，你太不能啥，你太糊弄我了，你这太糊弄狗，太糊弄人了啊，三万，你把灯开开去，打开啊，刚才我第一遍说的关上，他没听懂啊，这回开开了啊，好，真棒，兄弟们，是不是不能怪三文？因为我开始的时候，我告诉他是让他关上，不是开开，所以三文就没开开，对不对？三文想不想吃？你想吃？好不好吃？好吃啊，好吃，好吃啊啊！兄弟们，第八个链接啊，8.8一个，这小肠啊，一包，兄弟们，8.8一包，这一包里头有八根肠啊，狗，俺家三文非常喜欢吃，我给他吃的这个叫三文鱼海苔的啊，味儿你可以自己选啊，谢谢大家啊。就是买三包送一包，买四包送两包啊，买六包送四包啊，啊好，不着急了，这家伙三文都着急了，三文小小墨迹，三文爸爸墨迹吗，三文墨迹吗，不能说墨迹，墨迹吗，墨迹不墨迹握手，不墨啊，好，咱不墨迹握手啊，咱爸墨迹吗，啊不墨迹啊，咱俩墨迹吗，我啊不墨迹啊，三文都知道我不墨迹啊，你看看三文特别配合我，兄弟们，俺家三文我们家三文的才艺，兄弟们，咱们家直播间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喜欢俺们家直播呢？就是因为俺家三文多才多艺，俺家三文愿意展示才艺，知道吧？啊，来，三文，你去上那边来个匍匐前进，爸，我再给你根肠，好不好，三文？三文坐下，坐下，三坐。啊，三文，你上那边来个匍匐前进，我再给你根肠，好不好？三文，你叫一声，好不好？还得打开。好不好，三文？你就匍匐前进，好不好？行不行？啊？啊，行哈，行，那行，那你去吧，三文，你去吧，三，你去吧，你去吧，趴那去，三，去趴那去，去趴那去，趴那去，你趴那去，三，趴，我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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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退，三，再退，退，退，三，退，退，三，你再退远点，三，你再退远点，三，你再退远点，退。
三退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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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退低头，低头，咱不退退，面子不给劲了，咱退退退退退，坐，趴下去了，趴下。低头，低头，低头，咱低头，低头，趴地下，咱低头，咱低，咱低头，低头，低头，低头的，低头，低头，好 ，no， 不许动，咱低头，低头，咱您低头。他可能太热了，他想抬头伸舌头。三有可能是抬头想伸舌头，知道吧？三文，匍匐前进，来，查。三文呢？你可以来来来，匍匐前进啊！你爸爸不逗你了啊！快三，你来匍匐前进，快来。坐好了，三文，趴下。三文，前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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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前。哎，你好好叫他吧，好好叫来。三文，三文，匍匐前进。三文，你咋不听话了呢？三文呢？你看你爬，你匍不动了。咱俩前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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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前进。好，这么地吧。啊，好了，下回就知道了吧，咱们。下回就知道了，来，快点，来，快来。下回是不是就知道了？好，赶紧坐好了。坐好了啊，趴下，趴下。啊，趴下。好，三文。好，还是同样的场，咱匍匐前进，三文。哎呀，就匍匐一下子，你真懒。三文都懒了，兄弟们，三文太懒了。三文一心想吃。啊，一心想吃。没教好啊，因为俺那三文吧不怎么让他练这些才艺，兄弟们不怎么让他练啊。感谢大家的理解啊。三文，你把灯再关上去，三文，把灯关上去，关灯，三文，嘿嘿，三文关灯，三文去把灯关上去，关灯，爸给你尝尝吃，去把关灯去，去吧，关灯，关灯，三文，没关上，三文太懒了，三文现在懒了，坐下吧，三文，坐下吧。那爸爸不跟你玩了，你跟他们玩游戏吧，好不好？爸爸墨迹吗，三文？啊，墨迹吗？墨迹吗，三文？墨迹吗？啊，你说啥？墨迹吗？啊，不墨迹啊，太累了，跟他玩吧啊！感谢大家啊，感谢大家来。